姐，你干嘛？这么紧张干嘛？怕被你老婆发现啊？放心，你拖拿细胞先出来给我买东西这件事不会被你老婆发现的。老弟，这不是你女朋友吗？她怎么和我老板在一起？你快帮我挑挑。拉拉扯扯的这么多人看到活不好，哎，别乱买啊，小心烂脸。怎么嫌弃我啊？难道我烂脸你就不爱我了吗？哎，这瞎说。你多给我花钱，给我做皮肤管理，这样我就能一直美美的。你看着开心不好吗？行行行，真拿你没办法。姐。 你别拦我，我去载人那个人家。哎，等等，我先去他的虚实。确认无误，你被绿了。阿成，哎，有女朋友远点。爸，没事吧？爸，对不起，爸。再会吧，寻秘书，留一下。好的。 韩总，你最近对我怎么这么能耐呀？办公室恋情不宜公开，我怕影响你工作。韩总，我要进来了。韩总，吃水果。嗯，不用了。韩总，你是不是没女朋友啊？你看我怎么样？没想到你这么主动。 韩总，虽然我喜欢你很久了，但我还是很矜持的。之前大家都传你喜欢的是徐秘书，不过他又老又土，脾气还不好，肯定配不上你。我就不一样了，我当面说别人坏话是不是不太好啊？徐秘书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不仅在这儿，看好了。 感觉还不错，你还不走，让我送你。渣男，这就想走，让你不和我分开，这下是问题了吧？还是我演技好。妹，帮帮我。陈江。 篮球场干嘛让我去黑丝啊？当然是为了让你走出失恋阴影了。看那，身高178，颜值上乘，股票经纪人，会赚钱理财，最重要的是至今单身。姐，你相信一见钟情吗？那你怎么不让我打扮一下？别忘了，我可是天才造型师。哦，姐，小心，小心，这么多人喜欢他，这些都不是你的核心竞争对手。看那边。 腿长貌美，肩如雪，发力如织，好好看啊！他才是你最大的竞争对手，我肯定没戏了。你知道吊桥效应吗？人在过吊桥的时候，会不由自主的心跳加速。如果这时候碰见一个异性，他会把这种心跳加速理解为对方是自己心动，从而对对方滋生爱情的情愫。什么意思啊？没事，看我的，打得不错，来一局。好啊，加我一个。那我们三v3。 你防他，我啊，记住吊桥效应。看那边，看那边，他们抱在一起了。接球。耶，进了进了。小心。艾米。他怎么晕倒了？快送医院。哦。 我还要其他事，我闺蜜正在帮你呢。我是太疯了，这房子怎么住啊？大小姐，别让你破坏和冷气的联姻，要是被逮，是有理好受，都三点四。喂，带我去你们这儿最贵的民宿。前面左拐一直走。摆什么臭脸？你们臭小子故意的吧？有几个臭鞋了不起？ 老板，给我开一间最好的房。600，登记一下。是你？补水了。限量供应，水费200。你什么都没有。二，嗯，我的费200。你有本事吧你？洗衣机坏了不说吧？我的费200。可我都没衣服换了。 这都是你洗的？
不是故意的，这根本放不下了。老板，这个多少钱？小姐，小姐，请跟我们回去吧。你认识我？这我们懂。你是冷晨，我先认识一下，我叫徐三七。原来是你啊！我的落款信啊！ 我的落款信啊！太美，今天是我的生日，我是为了夸你今晚把我的牌送上。太气，这样怎么样？你这烟熏妆大红唇，皮裙黑丝，用力过猛了吧？你要干嘛？我们公司今晚团建，我想拿下隔壁部门那个奈口主管，你陪我去。平时恨不得藏着掖着泡，我跟你抢，今天这么老实，肯定有猫腻。哪有啊？嗯，哎呀。 只有我们公司有个绿茶，肤白貌美，平时在公司就装柔弱可怜，嘴甜又会夸人，他也喜欢主管，肯定抢不过他。哦，这样啊，再见，你不是鉴查大师吗？只要你帮我，往里挤一个月瓦，成交。它是绿茶，你就要精纯白开水，打眼下腮红，让人充满保护欲，再搭配水光多肤唇，再穿这个帮你唇印拉满。你的唇好漂亮啊！ 林主管，你好厉害啊！你看他，看我的。你没事吧？你妆好像花了。什么？你看，我陪你去补下妆吧。哦，好。林主管，你能教我大姐吗？可以啊。 三七呢？陆队，你是要瞒着我？啊？你不是答应我戒酒了吗？对啊，怎么了？我刚刚在酒吧都看到你了。不可能，我一直在家。可我明明……哎，顾城，你怎么来了？刚刚在酒吧的是你。对啊，是他。 既然在酒吧的是你，为什么看见我要拍？三七把厕所拉堵了，我回来冲厕所了。好，知道，拿去。我记得前门酒吧的招牌有个字的，你们点那么多，不行贵吗？这个问题看似没什么，实则全是陷阱。第一，他们家店早就改名为后门酒吧了。哦。第二，他们家的招牌不是野格，而是伏特加。哦。还有，现在全店做活动，酒水只要2.99。OK。 顾城，一看你就没怎么去过吧？他们家早改名字了，而且我们点的是伏特加，现在只要2.99。是吗？那你们今天应该喝了不少吧？多少杯？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能松懈，千万不能告诉他你喝了多少杯，因为这正去酒吧的人是不记得自己喝了多少的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我不记得。那你没有哪里不舒服吗？放心，我都记住了。哎，等一下，你上次喝酒多的，你已经被他知道了。万一我们做戏做全套。 天哪，这么严重！行吧行吧，我相信了，快给他拿点药吧。你也快走吧，我们要休息了。那好吧，我明天来找你啊。拜拜拜拜。兄弟们，我来了。我相信宝贝，我想到。不对，千惠，你去相亲，怎么相亲这样？我已经有喜气了，不能相亲，玩的开心。 哟，这不是顾城吗？那不是我的车吗？怎么还一副穷酸样啊？我啊，别过来，脏！哎，妹子，丢人！亲爱的，我来晚了。谁说没人喜欢的？我就喜欢，踏实，不像你，满口谎言。你别胡说八道！我看你是嫉妒吧？毕竟我男朋友可比那送外卖的强太多了。美女，要不我把我兄弟介绍给你？你十几岁，太老子了。好呀。 看来你女朋友也嫌弃你呢。不过你兄弟的劳资也是借的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这车不是你的吧？不是我的，还能是你的？别说，这车还就是我的。<笑><笑>美女，你想整的也别胡说八道呀。这车标你认识吗？我的车怎么会不认识？这车要是你的，我叫你爸爸。好啊，给你发个地址，快点来，有惊喜。算了，别跟他一般见识，我们走。今天。 你这……徐总，你这儿介绍谈项目吗？他是这车真不是你的，那在
什么？哎，你听我说，骗子！刚才你说车钥匙我的，那叫我什么来着？确实。顾总，你小姐怎么变成这样？顾总，相亲，这是我们顾氏集团的总裁顾城。你是十大富豪顾城？顾城，我相亲对象。顾总，我们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爱慕虚荣，你们闹过就赶紧滚，别打扰我和未婚妻。